所以这是动物的本能哈，它一定要在树上睡觉。好，我看现在来的这一道菜是炒山苏，我们家的山苏啊，爱心山苏。为什么叫爱心山苏呢？因为十多年前，那个时候我妈妈70多岁了，根本没有意思要种山苏，但是部落有一户人。跟妈妈诉苦了，妈，糟糕了，我娶不到老婆了。我知道你找不到，但是我要你去找，因为外边有很多我们的亲戚朋友。第二句话，哎，都要怪我爷爷，你的外曾祖父，真讨厌，给我娶9个老婆，外面撒的全部都自己人。第三句话，我的最爱。你们一边穿衣服，一边来听我唱歌哈，来。山庄
咿呀那呀吼，咿呀嘿，那鲁哇都咿呀那呀吼嗨呀，吼那鲁哇都咿呀那呀吼嗨呀，吼咿呀嘿，吼咿呀嘿。唱着那山的情歌，歌声是多么嘹亮。哦咿呀那咿呀哦嗨呀，哦咿呀那咿呀哦嗨呀，那鲁湾哆咿呀那呀嘿。谁帮他照一下？还没放下来啊！电视啊！等一下来，地瓜，耶、！后面还有一个人，不要动，不要动哦！快点继续，赶快继续！地瓜叶哈，好了吗？葡萄，又，那再试，葡萄，又。左脚，嘿。
要叫一声来，一二三，嘿，对，大声一点哦，再试来，一二三，嘿，对，再大声一点，嘿，准备出场，嘿，嘿，嘿，再来，嘿，嘿，再来，嘿，嘿，啊，来，嘿。嘿，声音大声一点来！嘿，是，手牵手绕圈，哎，让你们休息一下哈，还没有，还没有，我先跟各位讲，这首歌要唱两个小时哦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要休息。哈哈哈哈哈！
好喂，先介绍一下，你们都可以参加。如果要借我的帽子照相也可以哦。好，如果要借鲁道的帽子也可以拿来拍。别动，别动，这个一定要配衣服，没有配衣服怪怪的。哇，进去啊？为什么不进去？头再先戴上去。那边，那边，那边。OK。哇，捡到了，捡到了！哇，你怎么那么棒？哎，我跟你讲啊，你那个墨玉啊，你那个 Hello， 你那个墨玉啊，晚上跟你睡在一块，抱在一块也很棒哦，还有能量，对。